motherfucker think twice. You don't want me to do my bang bang.火车靠站，上了一位穿着军装的年轻人，他来到自己停好的车厢，然后开始卸下身上的行囊，并把三个包裹放在三个座位上。这时一个声音响起说，你是当兵的，也不能这么特殊吧，一个人还用三个包占位。其他没有座位的人也跟着起哄，让他把包拿开。他派出四张座票，不肯拿开，一个大汉不管，拿起包就要扔。这时青年抽出一把匕首，大吼道，今天谁敢动我就捅死谁。大汉放下包，一个骨灰盒掉在了地上，人们都愣住了。青年跪在地上捡起骨灰盒，哽咽道，我们兄弟四人一起来当兵，这么多年每次回家弹琴都是站票，我们累啊，我们也想坐着回家，可我们是军人，我们身上担着使命，我们不能像你们一样提前购票。听吧，选车人都站了起来，朝着他座位的方向敬上了不标准的军礼，久久没有放下。请问宇正公司在哪？就在楼上，您找谁呀？我儿子就在宇正公司上班，他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，他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。这样，我们带你上去找他。哎，妈，小宝，妈你怎么来了？你都3年没回家过年了，今年一定要回去啊，你爸爸想你了。妈，今年恐怕还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想多赚点钱好好报答你们。你爸爸身体越来越差了，他想好好看看你。可是你是宇正公司的吗？是的，我是宇正公司董事长林总。你马上去安排一间酒店让你妈妈先住下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，这两天的费用我全部给你报销。谢谢林总。你们先走吧。妈，我们走吧。小李，安排下去，2年以上的员工多放5天假，然后再给所有员工的父母安排一次体检。好的，尽快安排。他是中国最好的老板，不论职位高低，只要员工入职满4个月，每人就发一辆特斯拉。他就是 WiFi 万能钥匙创始人陈大年。他的员工每天朝九晚六，中午还打1个小时太极拳，周末双休绝不加班。春节假期30天，比小学生寒假还要长。他还特意制定了一条规矩，在公司和家庭之间，员工必须优先照顾家庭。就是这样一家公司，5年内获得9亿用户，创造了仅次于微信的国民软件 WiFi 万能钥匙。他自己也一年狂赚上100亿，连续7年登上福布斯富豪榜。他说，我的成功源自对员工的尊重，对于企业而言，最值钱的永远是员工，只有懂得管理才能。
你就是春天里的青草，秋天里的飞鸟，爱琴海汹涌的波涛，想与你一起在风中自由奔跑，面带着微微笑，把烦恼。请问你找谁？你们老大呢？老大？我们经理还没过来。您是？市场部不就是卖东西的吗？你们都坐着干嘛呀？我们不卖东西。哎，你是那个磕头的那个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没看够的尽管看，看够的就赶紧干活去。对不起，这是我们主管的位置。现在是我。好的，王总，您放心，这边的钱我一定到。王阿姨，你有事吗？我要到市里去买菜，你送我一段。王阿姨啊，我今天赶时间，你坐公交车去吧。以前怎么能上了，今天就不能了？我要去见一个重要客户，不顺路。可我坐公交车过去啊，就赶不上超市打折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说我到前面路口，我打个车过去。可是，哎，七七，你看天气这么冷，阿姨身体又不好，你就帮帮阿姨吧。行，您上来吧。好。王阿姨啊，到了，您下车吧。但是打车太贵了，你再往前开两个路口，我上来打车费。王阿姨啊，我真的有急事儿，我要从这左拐，只能送您到这儿了。哎呀，你就好人做到底，该不忙忙的目的地咱了。王阿姨，这要是平时我肯定送你，但是今天我真的有个非常重要的客户要见。见什么客户啊？我看你就不想帮我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知道尊敬老人。阿姨，我都一把老骨头了，难道还要我走着过去？都是街坊邻居的，这么点小忙你都不帮，这么做人，你大哥倒账呢？行，我帮你。哎，你怎么又开回来了？赶紧下车！我不下，少过来这一套。我有的是时间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好嘞。哎，你要去哪？当然是直接把你送到我的目的地啊，特别偏僻，到时候你只能自己走回来喽。好你个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，快来人呐！俺奶奶来抢人了！你还真是戏精附体啊！要不是我有行车记录仪，还真被你讹了。我的年龄比你妈都大，你是这样对我？我顺路捎你是情分，不捎是本分。像你这么撒泡就是过分，像你这样倚老卖老的，不值得我尊重。你最后劝你一句，做人不能光长年纪不长良心。嫁给我，直接结婚，不买车牌呢都写你的名字，然后家务我全包。我整天想嫁给你。每天玩游戏就好啦。你开玩笑吧？是你。时间忘记了转，忘了带走什么，你会不会指引停在说轻落你上眼温柔，婀娜恰似风白爱流。这人生啊，多少真情被辜负，你有裸睡的习惯吗？不敢。为什么不敢呢？
因为我梦游。滚！哎，老弟，该交房租了啊！还要拖？魏叔，不是说租金明天再付吗？怎么又变卦了？我喜欢变卦，不行吗？你这么没有契约精神，我们很难再合作下去了。我求你合作了吗？你不租我的地，你可以不租街头。你那几万只鸡，可以不租街头吗？你别太嚣张，买一桌了，十年之后房价如白菜。这不还有十年吗？我今年收你10万，我明年收你12万，十年我收你200多万，这不瞎吗？有房真的是为所欲为。你这么贱，要涨工资吗？你懂什么？老于是个老好人，他们都垫不欠他的账，他都收钱，我不给他的压力，他都没有钱过年。姐夫，我怀孕了。怀孕了？不是，我们在家还怀孕了，咋回事？怀孕了，你给我解释。你怀孕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啊，我就想跟你说，你别抽烟了。啊。妈，老公，对不起。喂爸，我没钱了。行，我现在给你转过去啊。6万。谢谢爸爸，爸爸真好。哇塞，姐妹，今晚上蹦迪，黑桃 A 开起来，我请。那你啊，给我约一个护理，什么什么标准？我这规格当然全套了。喂，老板，来个熏鸡法风烧饼。对对对，就那个，今儿啊加俩蛋。支付宝到账200元。Hello。哎，爸，我刚才查了，只有200啊。哎呀，200不少了，省着点花啊。哎，等一下，9桶，哎，糊了，喂，老板，那个鸡蛋灌饼能退吗？